大哥，我还能这样叫你吗？当然。没有了爸，表哥还会像以前那样孤独吧？我的二哥，哥哥对不起，是三界内少有的大英雄。但是我不能对得起几十万的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你能理解我，也能承担别人承担不了的痛苦。不能杀他。小狐狸，小狐狸帮了我这么多，小狐狸，不过我一直在骗你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在三界的地位。你现在才是在骗我。我今年最贵重的礼物就是我有了一个舅舅。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，他想要什么尽量成全他。你真正的长大了，杨戬，你既然杀了我，又何必救我？你是为了救我还是为了灯油？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罢了。二郎神，你以为我会相信？我要回到瑶池，我会祈求他们的原谅，这样你才不会那么无助，起码我可以做你最后一道盾牌啊。我的心上人其实都不肯正眼看我一眼。嫦娥心里只有一个人，已经装满了，再也容不下别人。是二郎神用真气帮你维持了生命，你才有机会练成劈天神掌。不能杀他。就是用我的真气来修复他的五脏六腑，我也只能延续他的生命。小狐狸，不怕的了，小狐狸出来了。我能在这里陪你吗？小狐狸，谢谢你。